Rachel 啊，最近个人肥咗要开始 keep fit 啦，今次就试下呢几款低卡零食啦。首先有呢个得33卡嘅低糖棉花糖饼，除咗可以就咁食，仲可以叮热食添。暖粒粒好啱冬天食啊，仲唔会太甜。想饱肚啲，可以拣煎鱼冷乌冬，平时一碗乌冬都至少几百卡路里，但呢个巨约乌冬就只有40卡咋。面条大牙又大条，的确好饱肚。想食辣，仲有得61卡嘅巨约辣海鲜汤面，配埋低脂芝士干都唔错噶。仲有抹茶味大麦芽燕麦片，麦芽索晒脱脂奶或豆奶就会发胀，食落好饱肚之余，仲有丰富嘅膳食纤维帮助消化。平时口痕可以试埋呢啲零食，例如有松露鸡胸肉肠，食两条就有三隻鸡蛋嘅蛋白质含量，仲有高蛋白蒜蓉发包、低盐低糖鸡胸肉条、抹茶无糖朱古力同蛋白夹心卷等等。想知更多 ，clic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